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77面第一行啊，涅拉的注解：圆小四等，以发菩提心为正因，念佛呢为助因，我国善导灵芝于日本净宗住家，则以持名为正心，发心为助心，两者相处。这两派主张不一样，两派说的都有道理啊。好在呢，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把它活活汇通了，这是很了不起的做法啊。莲池大师在疏钞里说，欢以持名为正心，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则双取两家而会其意也。发心是在说，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这个地方也引用了，他说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由，能不能往生，先决的条件是你信不信，愿不愿，真信其愿就取得往生的条件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这说得好啊，比莲池大师讲得还清楚还明白啊。那么下面这是念老说，今从是从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本经之宗啊，这样很好，正是双取两家，又复摄归名号，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
那么切此八字，斩之则为彻悟禅师之教。他说：“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愿持佛名号。啊，越之呢，则为莲池大师所唱的信愿持名。”这个彻悟禅师四句话十六个字说得好啊，我们如果真正为了生死出轮回，那就不能不发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个是发法？就是后头两句，以身心愿持佛名号，这就是发菩提心。啊，持佛名号就是往生净土。啊，若知。啊，简单的说，就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说的信愿持名啊，《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宗，修行的宗旨，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啊，用《弥陀经》做主修的经本，方法就是心愿持名，并且说心愿持名为一经，就这一部经的要旨啊，重要的宗旨。心愿为慧心，持名为行心。信愿是真实智慧啊，没有信愿持名做不到，不持名求往生，这个信愿功德就唐捐了，落空了啊。所以大师说得生与否，能不能往生，全由信愿之由，这句话重要啊。品位高下呢，全由持名之深浅啊，不是说你念多少，是说你功夫的深浅。功夫深浅呢，在于你的心清净平等啊，觉，这可以说把我们心用心的深浅呢分了三个等级。啊，最浅的是清净心，得清净心就能往生。那功夫之前是清净呐，清净是什么？心里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没有执着了，真放下了，啊，真正知道这个世间六道轮回。太苦了啊，知苦读到经中经典，
这是世尊以无尽的慈悲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决定没有谎言啊，决定不是欺骗我们。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他不骗我啊。读到经本，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当面把这个事情介绍给我，我们感恩呢，依教修行啊，依教人，我真相信，我真愿意去，我真想离开六道轮回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成就智慧，成就德能，成就神通啊，成就感，成就之后我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到十方诸佛刹土六道里的去度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呢？就有能力现什么身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同样的旨趣啊，但是走那些门呢，难，路很长，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那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啊，可以说我们看得到，这目标看得到，很短暂啊。真正功夫得力，三年就成功了。那三年还有寿命，寿命可以不要了真能走啊，净土圣贤录里头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啊，包括我们眼前能看到的同修，确实有同修寿命还没到，不要了啊！一见佛他就往生了，他就把这个机会抓紧了啊！这个机会好不容易啊，见到阿弥陀佛，能不求往生吗？像云柯一样，佛告诉他，你的还有十年阳寿。啊，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盈科跟阿弥陀佛说，我十年阳寿不要了，现在跟你去啊。佛就答应他了，好，三天之后来接你。为什么当时不带他去？当时带他去得利益的他一个人，三天之后得利益的人啊，有千千万万的人。为什么他表法了，让人家看到啊？所以佛留三天呢，让他积功德了啊。他做出这个样子给人看的，别人一看相信了，哎呀，连他念三天三夜都能往生啊，何况我们。为什么？应该是破戒的法师，造作恶业的法师啊，他有智慧，他聪明，他要再待十年，十年不知道造多少罪业，说不定不能往生啊。这个机会很难得了。那么他三天三夜怎么样把阿弥陀佛念来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就是藕益大师所说的真心切愿，一心专念了，不是真心恳切的愿望，不能感动啊！真诚心能感动人啊，决定不是假的。前年2011年，国内刘素群居士发心给我们表法，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做什么样子？自在快乐往生，他那个时候是有神病，晚年身体不很好，但是走的那一天他一点痛苦没有，有说有笑大家在聊天，时间到了，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别人看不到，他看到了。他说我走了，就真走了。像海鲜老和尚的母亲一样，海鲜老和尚的母亲没有病痛，临走的时候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把家人都召集来吃个团圆饭，吃完了在椅子上一坐，双腿一盘，说我走了，就走了，多潇洒。刘素群居士确实身体是不好，生病，但是他走的那一天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欢欢喜喜，有说有笑。时间一到，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给我们现身说法那么刘素群居士，他还有10年寿命，不要了。为我们表演，为我们做证，三转法轮里头做证转这个缘起是他妹妹刘素云，刘素云很感慨地告诉他，这些年来我们修念佛法门讲的很多临终跟大家一起念佛了也不在少处，就是没有人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如果有人做样子给大家看，人家看到就不能不相信了他听到了一口答应我来做，他就承担了这就这么个缘起真的做出来了往生过程全程录像下来
啊，送来给我看。在往生之前第八天，他的妹妹刘素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是数目字一组2011，二幺啊，这个幺二幺幺不错，幺幺二幺，幺二，这么一组数目字，他把它记下来，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送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了一下，笑一笑，收起来了，就是他往生的事情。啊，2011是年。12是12月，啊，这个11啊是11月，12是12号，啊，这2011，啊，2012啊，幺二最后是12点，11号12点，时间一到，真的非常准确，一秒钟都不差。他见到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走了。啊，别人看不见，没看见这个佛，啊，但是他说我上莲花做莲花那个动作，你能看得到。他爬上莲花上坐在当中，啊，虽然他是在床上，那些动作是爬上莲花的样子，大家看到不是假的，真人真事啊。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相信，啊，决定不能够怀疑。这些人真是慈悲到基础，给我们做出榜样。他是11月21号，啊，上午12点钟走的。所以这是真的啊！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愿心，不想在这个世界多待一天，要有这样的愿心啊，非常恳切。那品位高下，全有持名的神仙，这个神就是神仙啊，清净心是最浅的，平等心是高一个层次，觉心是最高的，就是觉是觉悟了。清净平等是定啊，清净心在大乘教里头常说的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说对待世间一切人事物等等不再执着，可以做到随缘，看到什么都好。
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绝对不会被七情五欲所染污。这清净啊，平等心更高，不但不染污，分别都没有啊，于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但是他还有七千多年啊，这大乘菩萨的禅定啊，到化身菩萨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这个心就最深了。化身菩萨那就是经体上面讲的觉，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这样的人念佛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啊，不分别，不执着，生方便有余土。啊，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这个里头也是有三杯九品，啊，上品的清净心可以升到方便有余土，啊，清净心是功夫成品，是四一心不乱。平等心是理一心不乱，这个问题怎么修法？就是放得下，最难放下的亲情、恩情。最难放啊，明文利养，七情五欲啊，所以经典上一再教导我们诸法实相，这一切法的真相要了解，真相是什么？真相，一切现象全是虚妄相，全是一场梦。醒了之后，痕迹也找不到。啊，《金刚经》在中国佛教无论学佛不学佛都读过，没有人不读过金刚经的啊！为什么？金刚经简单明了，只有五千多个字啊，全是教我们认识宇宙万物的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
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不生不灭的，找不到啊，这一切生灭法全是假的，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真正知道了，不能把这个一切万法放在心上，这就对了。金刚经的作用就在此地啊，不把它放在心上，它是假的。那把什么放在心上呢？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它是永恒常住的，它没有生命，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记住这个原则，凡是有生有灭的不放在心上。啊，世间的恩爱有生有灭，世间的怨恨也有生有灭，通通不要放在心上。这个东西岂不有变化？爱可以变成恨，怨恨又可以变成爱，反复无常，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别当真。啊，教我们看破放下，我们要真正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里，落实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切世间法、世俗法，并不妨碍修行。啊，我们在前面学过，无住身心。啊，身心就是升起菩提心呐！啊，菩提心是什么？大乘教里头常说的真诚心，身心大悲心。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本体，真诚心就是真心，这不是妄心，真心能生能现万法。啊，身心跟慈悲心是真心的作用，它起作用，起作用啊，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呢，叫身心，对别人的叫慈悲心，用慈悲待人，用身心克己。啊，身心是什么？我这几十年讲菩提心，身心呢，我用《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要用这个心对待自己。啊，清净
不受染污。啊，平等心不为动摇。啊，别人冤枉你，别人诽谤你，你听了生不生气？如果一生气，你被他动摇了，你就错了。要怎么样呢？听了之后笑笑，没事。啊，听了之后要想一想，他诽谤我，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我有这个过失。啊，他说出来了，提醒我，我要改过自新。我没有呢，他误会。啊，笑笑，绝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被动摇了，就摇晃了。啊，南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菩提心是不动的，这就深深度啊！啊，再深就本心就现前了，真心现前了，真心是觉而不迷。啊，那是化身菩萨的自受用。啊，平等是三乘菩萨的受用。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受用，自受用啊，这多快乐 啊！对待人一片慈悲啊，慈悲就是爱心啊。佛不讲爱，佛法不讲爱，讲慈悲。为什么爱？容易让人误会，爱里头有情，有情就坏了。啊，有情不是真爱，假爱。慈悲是以理智为基础，它是真爱，它不是假爱。啊，真爱是什么？永恒不变。假的爱，反复无常。啊，这菩提心大乘经上讲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日常生活当中要用上啊，不被外面境界所转，能转外面境界，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啊，所以修学佛法，头一个就是叫你发菩提心。啊，那么净宗发菩提心。格外的严格，为什么？真为生死，不为别的。人在世间，最大的一桩事就是生死。啊，其他六道里的其他的五道，了生死出三界都不容易。
唯独人道。为什么？人道苦多乐少，容易求无啊，天人乐多苦少，他没有觉得他苦，不容易求无啊。卧道苦多乐少，也不容易求无啊。只有人道苦乐一半一半的，所以菩萨成佛一定是在人道。啊，天道里面诸佛菩萨不以佛身去度他们，以菩萨身，用声闻身，就是阿罗汉菩萨，唯有人道里头能见到佛，出生道亦如是。佛菩萨在出生道里现身，现同类身。那随出生见不到佛菩萨，佛菩萨慈悲永远不离开苦难众生。佛菩萨对众生的恩德超过父母，父母对子女的恩德是一世，佛菩萨生生世世。我们不觉悟，我们不成佛，他都不舍弃我们，无论在哪一道常常追随着啊。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明了，明了就会生感恩的心。啊，就会勇猛精进。为什么？我不认真学习，我对不起佛菩萨。啊，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啊，我成就了这一家人，连列祖列宗都沾光。为什么？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家里面的祖宗在哪里？你一眼就看到了。他现在在哪一道？啊，你就会有缘去报他忙，去引导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自己不能往生，家亲眷属在哪里？见不到啊！啊，现在人都跟西方学。西方价值观里头没有孝道，也没有师道啊。西方人父子，小时候是父子，长大之后是朋友，父子就没有。啊，小时候有老师，长大了老师也是朋友，
五轮它只有一轮，啊，价值观里头讲究利害，有利是朋友，利益冲突就是敌人。所以那样的社会我们过不惯了。我在国外很多年啊，因为学佛，外国人尊重宗教，但是尊重宗教这一年比一年淡薄啊，我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一般外国重视宗教还不错。啊，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外国人信仰宗教越来越少了。啊，梵蒂冈的主教本笃十六告诉我，他们天主教有统计啊，告诉我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人口逐年下降，他也很流利啊，再过个一百年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宗教就成问题了啊，我在美国常常看到教堂门口挂牌子要卖，教堂为什么要卖？我就问他，没有信徒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没落了，外国宗教的教学没落了，这是世界动乱真正的原因。啊，诸国看，诸位看过水实验的这个洁净的照片。啊，有人把每一个宗教他们的名字名称今天让谁看，经典念出来让谁听，洁净之美让人看了生起敬畏之心了，才发现每一个宗教都好。美好啊。啊，如果是迷信，那谁接近一定是很难看。啊，谁会看字？啊，我们自己来做实验。啊，诚信跟迷信，让谁看看？看看他的反应接近如何？啊，可以写两句话。宗教是迷信。
看看水界经的反应。啊，宗教是正信，这两个比较一下看。啊，确实让我们认真去反省，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啊，宗教教育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这三样东西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能够活得尊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能离开这三桩事。我们再看这篇下文，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真修啊。如莫足病运也。啊，慧行是看破，行行是放下。啊，你看得清清楚楚，真的，我们要获得，假的，我们要放弃。啊，这是慧心呐。啊，又身心发愿，就是无上菩提。或此信愿，的确是净土之难啊！由此而支持名号，这叫真心。大本《阿弥陀经》这个卦符里说：“值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心啊，发菩提愿为要，真与此同啊。这一段话，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头所说的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欧耶大师晚年专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啊，晚年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西游道人。西是西方。有，就是承认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这个名字就说他对西方世界诚信，叫西游道人。啊，劝人念佛。啊，可见信愿持名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是同旨啊，同一个宗旨。
偶业大师以幸运持名这四个字为小本之宗，小本就是阿弥陀经，啊，大小两本，宗旨一同。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大本小本宗旨完全相同。啊，故经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大本之宗。”啊，无量寿经修学的宗旨，正是尊奉偶业大师之垂教也。啊，本经的宗旨确实祖师许多说法，但是欧耶大师最简单最扼要最直接，简单就四个字啊，幸运持名。我们以这个宗旨来看海贤老和尚，他为我们表法92年一句佛号，真的是幸运持名。啊，晚年有这么圆满的成就，92年念佛所得来的，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观经云：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即便往生。啊，这三种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这个三心，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三心是菩提心的，啊，我们看念老注解，解又观经云：余生彼国者，当修三福。这是经业三福，大家都很熟悉。三福里面第三条，三者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一条最后一句是弘法利生，前面十句全是此理啊！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自己啊。第二条呢，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还是为自己啊！第三条里头，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为自己成就自己。最后，劝进行者，行者就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人。
要去帮助他了，要劝导他勇猛精进，帮助他提升。所以这头一条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之后要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这一句，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的时候，在台中住了十年，当时对这一句话想了几个星期，想不通。为什么？这三福第一条是人天，第二条是小乘，第三条是大乘菩萨。难道菩萨不相信因果吗？所以深信因果放在第一条，我不没有问题。啊，我们常常讲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啊，什么时候学的呢？从小就要学，是扎根教育啊，这三个根。儒是伦理的根啊，道是因果的根。啊，佛是大乘的根，怎么会菩萨不知道因果？我的疑问从这儿。啊，到后来在大乘经里面明白了。这个因果不是普通因果，念佛是因，成佛之果，许许多多菩萨不知道啊，太多了啊！如果知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大家都很容易成佛了，很快速的成就了。哪里要三阿僧祇劫，哪里要无量劫啊？所以才悟出这个因果，专讲念佛，不是一般因果啊。那放在那里才管用啊。啊，菩提心发了，三乘菩萨就发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因果，这难信之法啊，不相信净土法门啊。纵然净土的经典他学过了，他也打了很多问号，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那起了什么观念？错误观念？哎呀，这是佛的对一般根基浅薄的人安慰的话，不是真的，这就怀疑了啊。那么他的机会就错过了，所以要深信因果啊。读诵大乘，
我们现在明白了，不是大乘经全部都读，那就错了。广学多闻，在历史上有几个人成就？真正是立根，不是凡人。所谓是一目十行，不学强记，少数人呢，是天才呀！可是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的天赋不平等？这个里头的原因要讲根基。佛法里面讲善根福德不相同啊！善根，过去生中培的那一些特殊天才的人，过去生中啊，他学过啊。学的很多，生生世世都在学。阿赖耶识的种子多。这一世又遇到了，一引他就出来了。过去生中没有学过，这一生中碰到非常生疏，他学起了困难。困难就没兴趣了，自然就退转了。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佛陀的教诲，他有他的智慧，有他的特殊的理念跟方法。这是正教。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一生就能成就。成就的标准是明心见性，这才算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禅宗叫明心见性，教下叫大开圆解，就是大彻大悟。净土宗教理一心不乱，也是大彻大悟。每一个宗派名称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都希望一生能拿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好比我们学术里的博士班，你拿到博士学位，才算成就。那佛教一般众生一生当中能不能拿到？能拿到。佛教给你的方法你真相信，你不怀疑，你真依照去做，你肯定拿到。那就是
一门深入。你学一部经典，就是一门深入。学多久呢？一生。一生就学这一部经典，其他的统统别学。为什么？一生搞一样，你的心念就一样，就是一桩事情，容易得定。换一句话说，用读经的方法来修禅定。什么叫禅定？清净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禅定。有杂念，有妄想，六道凡夫心。清净心是真心，是佛心。平等心是佛心。啊，佛是清净平等觉。每个人心都是清净平等觉，就是你有妄想，有杂念，把它破坏了。啊，它不起作用，带着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妄想。啊，执着是染污，染污就不觉了。分别就是波动，大风大浪，起伏不定。啊，所以真心的得用失掉了。佛法没有别的，就是帮助你恢复真心。用什么方法？戒定慧。啊，教给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戒律，你要遵守。啊，教给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也是戒律。啊，因戒得定，你能够把这个规矩守住，啊，一生都不改变，天天干，久久就得定。啊，定是什么样子？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这就得定。啊，定有前身，前的定是刚刚付出，啊，心不起妄念，啊，你像我们读经、念佛，心里妄念没有；不读经、不念佛，哎，又有了。这功夫浅，功夫要加深，啊，一千遍不够，两千遍，两千遍不够。三千遍，一定要读到，我不读，心也是清净，也没有杂念，也没有妄想。啊，不念心也得，这就得定了。啊，得定之后，好，读经不要放弃。还照以前一样天天读啊？为什么？求自见，自见就是大彻大悟，
啊，以前光读啊，读得很熟啊，里头的理不懂，突然开悟了，全明白了，这就是开悟，开悟全明白了。啊，不但你学的这一部经明白了，你没有学的东西全明白了，这是真正的教育。我们看《坛经》，里面所记载的，五祖、仁和尚，他能够知道慧能大师。慧能在那个时候是个小年轻人呢，24岁啊，在对方里冲迷破柴8个月，那8个月是什么？修定，修禅定啊。用什么方法？用冲迷破柴，他一天干到晚，干到不休息。他是修禅定，修什么？修不分别，修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他修的是圆满的大定，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8个月了，大概差不多了。啊，五祖也来考试。所以出个题，叫大家做一首偈给他看，啊，看看呢是不是开悟了？如果开悟了，这衣钵就传给他。这是在道场公开的，啊，3天之后。神秀大师，这是被逼的，不得已做设计师，自己没有把握，不敢送给老师，贴在外面墙壁上。五祖看到了，说不错，很好，大家照这个机制修行，会得好处。啊，那么这个机制传开了，大家都念，生死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慧能大师在对方听人家念，问你念什么？哦，无作要禅法，要大家写一首偈子，给他看看，是神秀大师做的。他听了。心里就明白，这其实没艰辛。啊，要求寺院里面这些熟人带他了到贴祭子这个地方，说我要去拜一拜，赔点福报。坛经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慧能不是住几天的，
住了8个月。8个月，这个寺庙里头不熟悉，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老实。工作分配在对方，就没有离开对方。外面哪里都不知道。禅堂在哪里不晓得，讲堂在哪里不晓得，老实到这种地步啊！真可爱啊，老实的可爱。吴祖跟他就是来的时候见了一次面，以后在对方再没见面。这两个人心心相印。他拜了之后，他说我也有一首偈子，请人家帮他写。他把神修偈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偈子一写出来，大家轰动。吴祖听到了，赶快拿着鞋子把它擦掉，告诉大家没见性。大家这个浮动就平息下来了，擦掉了。第二天巡寮是方丈住持到整个寺庙去看一遍，叫巡寮，每一个地方去看看。这第二次跟慧能见面，他在冲米，问他米熟了没呀？慧能说早已经熟了。又欠晒在，还没有晒出来，成熟了。他们的话是平常话，别人听不懂。他们两个心里有数，问他熟了没有，是问他功夫熟了没有，不是聪明。要熟了，又欠在，没有人印证。意思是要求老和尚验证。老和尚拄着拐杖在他对上敲了3下走了。他明白半夜3更照见。他3更摸到方丈时，门没有关，树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吴祖接见他，跟他讲《金刚经》大意。慧能没念过书，不需要经本。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说了5句话。这个5句话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就是他的考试。说到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吴祖说行了，别说了，衣钵就传给他了。金刚经不讲了，后面全通了。在逃难的期间遇到无尽藏比丘尼，他那个时候没出家，居士，在寺庙里做义工，没有身份地位。衣钵得到了，老师就是吴祖，叫他赶快离开。他说我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啊，要躲避，避免别人嫉妒伤害你。啊，等到时节因缘成熟，你再出来。啊，他跑到猎人队去藏起来，替猎人看守猎物，为他们烧饭，伺候这些打猎的，这些人都杀生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躲避是最安全的。啊，佛法不杀生，不偷盗，他跑这个杀生的这个里，人不会想到他会到这里头来。啊，居然在猎人队里头住了15年。啊，风浪平息了，大家把这种事情淡忘了，他出来了。啊，在现在广州广孝寺出现。啊，正好印宗法师曾讲《涅槃经》，啊，外面旗杆上风吹着旗杆在摆动，两个出家人在说话，你看风动，那个人不是翻动，两个人都不服气。啊，慧能坐在旁边听到了，劝他，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人者心动。我这两个人非常惊讶。印宗讲完这堂经，下课，看到他们三个人在说话，就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一听到不是风动不动，他要非常惊讶，他就想到，是不是五祖的传人？啊，失踪了。15年，不晓得哪去了。他就问他：“是不是你？”他承认了。衣钵在不在？打开我们看看。这一看是真的。印宗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时候，印宗是岭南，就是广东这个地区一位高僧大德，很有声望啊，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他给慧能剃度，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剃度之后，他反过来拜慧能做老师。啊，能大师经过印宗这个一抬举，身份地位马上就高起来了，是印宗的老师。印宗了不起，没有嫉妒心的，真的是见贤思齐。啊，发现第六代祖。赶紧皈依啊，拜师啊！所以印宗是慧能的法子，传法的弟子啊。那么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出家他剃度，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啊，是讲身心因果，读诵大乘，一定要守规矩。啊，不守规矩不能开悟，开悟的道路是因戒得定，因规矩你的心在定下来，心定下来之后，不定什么缘分就开悟了。啊，所以
没有开悟之前，读经是修定啊，别人是盘腿面壁修定，他是用读经修定啊。修定的方法太多了，无量无边，就是要专注啊，所以不能学太多，学太多那是求知识，不能得定，就是一样，绝不求解义啊。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一段什么意思？不求，只读。为什么要清净心？如果要想这个意思，就是妄念，就是妄想，就是杂念，不学过啊。叫你读一千遍，叫你读一万遍，都不可以想意思，没有意思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哪来的意思啊？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清净心，平等心。你只要把平等心、清净心找出来，就成了。这功课就圆满了。来福寺的三位大德给我们现身说法，他用什么方法修定？用一句佛号。他连经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这一句佛号一门深入。3年肯定得定。3年之后，再过3年肯定开悟，不定是彻悟，有小悟有大悟啊，最后是彻悟。海心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30岁10年，肯定念佛三昧真的了，顶多再10年，40岁，大彻大悟。为什么不能弘法利生？在这个时代，不相信佛法的人多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许念佛。他心里念佛，不许拜佛，半夜起来别人睡觉了他拜佛啊，虽然是大彻大悟，也要用这个方法啊，身体健康，体力不衰，用这些方法感化众生啊，112岁还上树啊，去修这些树枝，有几个认识他的人到他小庙来看他，他小庙前面4字树就借了很多四字熟了，他上树摘了一篮子下来
分给大家吃，112岁。问他见过阿弥陀佛？见过。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我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他不带我去。啊，要我表法。他一生跟阿弥陀佛见过多少次？啊，我可以说，绝对不会少于4次。啊，就是换句话，超过4次。4次的标准是慧远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他一生4次见阿弥陀佛。闲公老和尚出家念佛到往生92年了，92年不绝对不止4次。啊，他跟阿弥陀佛很熟了，像老朋友一样了。啊，在这个世间表法带众生苦，我们要知道啊，做榜样给人看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他的光碟，看他的文字报告，要能看得出里面的内容，要有深度啊，你才真正认识他，真正了解他，啊，才真正发心向他学习。啊，来得及来不及呢？来得及。啊，真正发心向他学习，一年就看到很好的效果。2年3年就能追上他，自在往生。啊，如果还有寿命，不要了，我要提前到极乐世界去。啊，你肯定见佛，阿弥陀佛很慈悲，你提什么条件，他都会接受。你愿意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寿命到了，他会把你寿命延长。啊，我相信海贤法师112岁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那为什么给他延长？在这个时候，习主席主政，啊，政策明显的要尊重传统优良的文化，啊，不再反对宗教了，啊，不再不准人念佛了。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为我们证明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替我们这个时代修净土的人增长了信心，坚固了愿心，啊，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在往后有生之年之内
修成正果，往生不退成佛。啊，所以我觉得他寿命没这么长，他等习主席。啊，只有在习主席这个政策之下，他放心走了。要回看呐、啊，啊，今天传统文化不仅在国内兴起，在全世界都看到，啊，国外的人逐渐逐渐的对中国文化尊重，开始学习，这是好事情啊！啊，正是英国唐恩密所说的，解决21世纪的世界社会问题。啊，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我们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叶道来做实验，真有效果。这个效果现在不见，逐渐的在国际上扩大。啊，老和尚这一生所受的苦难有价值，有意义。啊，从佛法来说呢，那是无量的功德，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这一点每一个念佛的同学都应该汲取。啊，我们要发愿往生的时候像这样，这是真的。要有人助念往生不可靠，不一定是真的。这一种自在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下面啊，这至诚，下面身心，身心，古人的解释是好善好德之心啊，也说得很好。我早年在美国、加拿大讲经，跟大家介绍菩提心。我记得我第一次讲《无量寿经》是在加拿大，第二遍呢是在加州。啊，讲到这个地方呢，我突然感觉到经体上清清楚楚。啊，身心是什么？就是清净平等觉。大家好懂，非常具体。啊，清身心是自受用，菩提心的自受用，就是至诚心的自受用。啊，所以我就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十个字来讲菩提心，大家好懂。那身心是什么呢？就是
清净、平等、正确，自受用啊！我们学佛怎么对待自己啊？心地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平等，一天比一天有智慧，这就是智慧增长，这是菩提心啊，大慈大悲，这就是发愿回向心。啊，说具三心者，必生必苦。这个三心，你通通具足，你决定往生。语气非常肯定，啊，那是观经上说的话。后面是念老在此里做总结，发慈三心呢，以及发菩提心也。发这三心，就是大乘教里头所说的菩提心。我们看底下一段，第四段，菩提心意云，菩提心意是书名啊，这里的书，此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呢，莫过于此。这一句话很重要。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标准，换一句话是，大乘佛法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我们不但学佛，单单讲做人，菩提心对我们就非常重要。菩提心是真心啊，人生在这个世界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得欢喜，活得快乐，活得幸福，这日子怎么过？要用菩提心，那我们用真心待人，用真心对待自己，啊，用至诚心对自己，自己的心就是清净、平等、正确，啊，这三句。是三个层次，有少份的真心是阿罗汉，凡夫没有真心，都是假的，虚情假意啊，对你再好，高明厚利在你的眼前，
你就会变心了，那就不是真的。真心是永远不会变的啊，只有佛门的有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佛门教给我们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少分的真心，他用真心了啊，也就是他用清净心，他不会受到外面环境染污，能做到这一点。啊，菩萨那个至诚心就多分的啊，法身大师是圆满的啊，圆满的菩提心啊，多分的呢，就是他不但清净，他还有平等。这是菩萨，只有清净没有平等，这小乘声闻缘觉啊，圆满的呢就是有觉了，正觉。这是什么人呢？这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就是具足的菩提心，对待自己。我们求什么？就求这三种心。这三心啊，清净平等觉，用这个心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待人接物。你所过的佛菩萨的生活多自在啊，海贤菩萨过这种生活，我们要知道啊，啊，他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都非常幸福快乐。我们觉得他过得很苦，他自己很快乐，吃得饱，穿得暖，啊，有个小地方可以避风雨，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任何压力，你们觉得痛苦，他全没有。啊，你是多自在，对人接物一片真诚慈悲啊！你看种那么多地，他没有必要种那么多。这个小庙只有四个人住，种五亩地就够了，一家的人生活全解决了，五亩地就行了。为什么要种一百多亩？这也是他的大慈大悲，他要帮助农村里头苦难的老人，像农村的年轻人出去了，外面去打工去了，啊，老人怎么办？所以他不要人家的田，不用人家田，他开荒。啊，没有主的土地，他不开，开发出来之后，他种稻米，种粮食，种蔬菜，啊，种那么多，到处分给别人，才不是，啊，体力是发，内才不是，这就是他的大慈悲心，他真干了，
爱心不是假的，真正用自己劳力做出来，会施给大家。啊，所以我用这个说，解释菩提心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十个字。啊，另外我们做人，这老师教给我的，修行，修什么？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把它做成一副对子，那学佛依照这个对联二十个字，不会走错路啊！啊，决定有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